众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单元 Call Out 不啦。哎呦，今天我们这个打电话，当然我想高大对于他的资历啊，他的辈分啊，在我们的演艺圈啊，只要电话一过去啊，我想对方一定是弓着腰在那边接电话，是高大哥，哎你好，什么事？能跟他对答如流的大概没有几个。对啊，那我们打给董志成，好不好？喂，刘董，哎，哈子，高大哥，哎呦，高大哥，哎，你在哪里？啊，我现在要去跟八哥会合，在那个演艺街旁边个卡哇伊嘛。卡哇伊。哎，就上次邀请你来那个地方。这样子。哎，我跟你讲啊。哎。上一次你对对对，这个事正好我要跟你讲一下哈。是是。你上次找我过去哈，结果过了一下，你说八哥找我也没有跟我谈，然后八哥就先走，然后你也在那一直跟朋友在那一直聊，哇塞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那天刚好很混乱。那天那八哥就说呢，他好久没看到你，他找你出来喝喝酒这样子。不是因为小董，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比较少跟你在一起。是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因为像我平常真的要出来哈，啊，如果你找我出来什么事情啊，啊，你要把我的立场多考虑一下嘛。是。对不对？你把我找去以后，然后八哥就走了，你在那里玩啊唱歌的，把我一个人摆在那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感觉？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天啊，还有。还有一个事情你不晓得，你看那个酒，你们也不问我要喝什么酒，我一直在喝啤酒，对不对？你们在喝洋酒，我喝啤酒，这像话吗？酒就是不对的，抱歉抱歉，高大哥不好意思，高大哥，不是你讲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，我完全没有任何意思啊，小董，你知道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对，好不好？对。没有，我是想说，因为大家要交长久啊，有很多事啊，你真的要注意。好，好不好？高大哥，我那天真的是忽略了，抱歉抱歉。而且我一直啊，就是把你当做这个真的是自己大哥一样，我真的我没有别的这个，你看我有很多的一些问题，然后很多的场合我一定都会很慎重的邀请您，所以我。那现在我只要知道一下，你到底还有没有把我当大哥？当，这个我绝对不考虑，也不犹豫，就是。高大哥就是我大哥，那个事情啊，哎，我想算了，但是以后注意，好吧？是，好吧？是，那个高大哥，这个下不为例，而且我想不会有下一次。这个八哥呢，喝多了有时候经常做事情也是这样子，随随便便的。但是我希望啊，还有一些人，所以高大哥跟我们说了之后，我们期待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。你跟高大哥是怎么样啊？啊？你跟高大哥是怎么样啊？没有啊。啊？没有啊。因为高大哥不尊敬是？不是啊，因为高大哥我们一直很尊重他，然后没有想到那一天呢，就是对他比较忽略了。不是，你不能把他晾在一边嘛啊？是。没有没有把他晾在一边呢，啊，其实我记得很清楚，我那时候一直陪在高大哥旁边，我一直在跟他聊天呢，啊嗯。我想他年纪这么大了，这个也蛮孤单的，而且又没有放老人年金，他日子也不是很好过。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看讲，我不懂啊，我就是有一点唯一不懂的就是啊，你刚刚一直在跟我说什么抱歉抱歉抱歉，为什么？啊，我说真的那天很失礼，也很不好意思，真的很抱歉，大哥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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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哦，对吧？哎呦，对不起啊。这个你所有的这个抱歉的词汇都讲完了，就算没讲 sorry 了。哎，不是，小董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打电话啊，打电话。我们在 call now 啊。现在是礼拜五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Friday night， 然后呢，高大哥不是要找我们出去玩吗？结果是 call 什么 ？call 乐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是啊，找到了一本那个就是。胡适的一个这个现代诗的诗集啊，我现在跟几个朋友去研究啊，然后呢就开始，因为我对，你乱讲，董哥，你刚刚明明讲说你要去那个，这个艺人其实是生活很严谨规律的，而且要求也很严谨的，我们该多利用时间呢充实自己，而且呢，这高大哥从来没有跟我讲话，而且啊会害怕的原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以前是就是跟都有挂钩啊什么的。哎，我也是上节目，觉得想来想去，你这边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坦白跟你讲，我刚跟你讲话那样子啊，
你讲真的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从来不可能跟你讲话那样？你有没有？所以他才会害怕紧张。对，我要讲，你只要告诉我你的感觉就。我跟你讲，我前面跟高大哥讲话那段呢，可以听得出我的口气是，我其实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对高大哥很尊敬。所以觉得你很失礼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天的那个这个失礼啊，我觉得高大哥如果真的这样生气的话呢，那是做小弟的不对。啊，然后呢，他真的刚讲话，我从来没听过他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，真的，真的。所以你是有点战战兢兢的。董哥很有礼貌、哦。就是说，从高大哥不好之后，他再没用这种口气跟我们讲过话。董哥，卡哇伊在哪里啦？袁吉吉。哈，董哥。董哥。那是一家木瓜牛奶的名字啦。还有卖那个烤吐司的面包的。董哥，那我要去喝木瓜牛奶。就有了OK 谢谢杨总啊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